教会有带给你，感谢主哦。在座啊，中辈拢是看我大个哦，啊嘛有我做到教会的老师，啊嘛有我学校的老师哦，啊感谢主哦。啊，会晓倒转来咱大个教会，甲咱主中辈见面哦，啊做伙来分享哦，啊会在这个地方哦，老大人大有用的哦。啊，有一寡老大人吼，啊，拢会讲同安尼讲啦吼。啊，阮就老啊，阮就老啊，吼，啊，阮同老啊吼，就无路用啊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会有当时啊吼，不经意吼，挂伫嘴边的一句话讲吼，啊，阮老啊就老火啊，吼，老火啊，老啊火吼，是无路用啊，无效啊吼。啊，到真正人老都无路用啊吗？吼，其实吼，啊，老大人大有用吼。不是人老就无路用，老大人吼大有用啊吼。啊，我就按照我家己的心得信仰体会吼，啊，我就两大点吼来做咱彼此的一个探讨吼。第一大点先来讲到吼，老大人心理的困扰，老大人心理的困扰。啊，为什么吼老大人会感觉吼无路用的一个因素啦？啊，因为有一寡迄心理的一个困扰吼。啊，造成吼，啊，伊会感觉吼，啊，家己无路用吼。第一个因素吼，就是失落感，失落感。啊，年纪到吼，就爱退休啊。吼，咱社会上咱规定啊吼，哦，年纪到就爱退休啊。哦，啊，当然啊，即个到退休以后啊，哦，就失去啊，即个啊，原底社会顶端啊，的一个社会身份甲社会地位啦。哦，啊，即摆吼。啊，无伫即个职位顶悬啊，吼啊，即个身份、即个地位，啊都吼，因为咱的退休啊，就拢无去啊，啊，所以即个自身的即个认同吼，就产生危机，会感觉吼，啊，我啥物拢无啊，我啥物拢无啊，哦，所以哦，有你的失落感，哦，啊，过去可能是公司的主管啦，哦，哦，啊，过去可能是学校的即个教授啦，哦。哦，啊，过去可能是病医吼，即、哦這个哦，即、這个吼、哦，医生啦、院长啦，吼、哦，伫社会顶端哦，啊，有迄个身份、迄个地位，啊，但是即摆退休啊，哦，我感觉啥物拢无啊。虽然啊，大家啊见面的时吼，还过会甲你笑我讲，啊，教授哦，吼，哦，即个医生哦，吼，医师哦，吼，哦，啊，老师哦，吼，哦，校长哦，吼，啊，当然，咱都不甲你甲你笑吼。是去迄个尊称，啊！但是咱感觉着，啊，我即马都无伫迄个工作顶面啊，哦，无迄个身份，无迄个地位啊，啊，所以感觉吼，有迄个真深的一个危机吼，就是我啥物拢无啊，因为我退休啊，叫做失落感啊，失落感。第二吼，就是无用感。咱一般人吼，迄个刻板的一个观念吼，会感觉讲吼，啊，即个。人老吼就无路用啊，为虾米？因为咱随着年纪吼，咱的身体吼，咱各种的器官就开始吼啊，即、這个退化哦，开始退化，啊开始衰败、衰老，啊所以咱感觉即个退化吼，即、這个衰老啊，就代表无用啊，啊所以我就搁强面啊，哦，我都亲像过去吼，啊我年轻的时候真有体力，真有精神。哦，啊，我吼对社会，我对教会，对我的家庭吼，拢有足大一个贡献啊！啊，我即摆都无法度啊，我即摆拢衰败啊！哦，我即摆拢退化，哦，耳孔也干啊，目睭也歹啊，哈，体力也歹啊，精神也歹啊，所以哦，真济吼，我都做啊，我都够贡献啊！所以哦，常常啊，有迄个比放散啊，以及吼无重要的迄个循环啊，啊，我吼放散啊，啊，我即摆吼。人无需要我啦，人无需要我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有感觉哦，即、這个无用感，啊，即叫做哦心理自杀，心理自杀哦，因为心内一直想嘛，就讲哦，啊我吼无路用啊啦，哦啊我都通帮忙啥物啦，我都搁强个啦，哦，心理的自杀，啊，佮加上哦，如果即时阵哦身体顶悬啊若无爽快，哦，即是讲我都得到哦边仔人的一个关心。啊，所以哦，有诶老大人哦，安尼规嘴合嘴吼，就会将哦家己身体各种迄个病情给讲出来。哎呀，我遮腰酸啦，我遮背痛啦，哦，我遮安怎啦，吼，哦，我遮吼艰苦啦，哦，然后吼，伊安尼不经意会将即个身体状况哦，安尼讲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到哦，会出现迄个疾病。
病症，疑病症，我那真想看啥物病哦，这个病可能不相严重哦，家己迄个怀疑吼，绿病症吼，有无吼？啊，伫得着啥物病？啊，怀疑哦，我可能得着啥物病啊？啊，其实有诶，有时遐尼严重，但是嘛想讲遐尼严重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这个老大人的心情吼，一天吼比一天吼搁较消沉，啊，到最后这个意境消沉吼，非常的沮丧，这叫做无用感吼，无用感。第三吼，自卑感。啊，这嘛是一个真刻板的一个观念，感觉吼，别人拢嫌我老啊，人老哦，别人就嫌我老啦，啊，所以吼，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防御，啊，达到吼，都有当时啊，过度的一个反应，过度的一个敏感，啊，当然咱人吼，有一个敏感度啦，人爱有敏感度，啊，但是吼，无敏感度嘛无好啦，没有敏感度就讲。无动于衷，无啥物感觉，叫叫做吼无敏感度。但是吼，迄个敏感度若超过吼，叫做神经质、神经质吼。所以吼，袂当吼过于不及拢无好啦吼，袂当超过嘛，袂当不及吼，拄拄好好啊。迄个敏感度爱拄好吼，啊若敏感度无拄好吼，就是吼，啊拢无感觉，啊无就是吼变做神经质吼。有当时啊，啊都啊无啥物代志啊，啊惊咯吼，啊无小心吼。啊去踢到石头啊，踏进头流血啊！哎呦，这魔鬼出工哦，无啦，你都无注意啦，目睭睁好地啊，也无注意哦，啊去弄着哦，去踢着，唔系这魔鬼出工哦，无啦，迄个魔鬼出工有啥物关系？迄叫做神经质啊，哦，想了想超过去啊，啊所以有当时啊吼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过度的一个敏感，啊所以哦，伊吼家己足紧张，啊嘛吼家己吼容易生气。啊，嘛，互家己吼容易吼来埋怨，则是到最后吼会去攻击别人，吼，迄拢是自卑感所造成的。第四个，容易哀伤，容易哀伤，伫即个亲戚朋友啦，也是讲家己的另外一半吼，配偶，啊，上届吼，即个离世以后啊，就开始来思想啊，人生啊，即个生老病死的一个问题。年纪的时阵吼，因为逐工吼无闲工作啦，无闲家庭啦吼，老实讲嘛，无迄个时间吼来思考即个人生的问题。啊，但是即摆已经年后啊，咱的主力嘛拢大汉啦，嫁娶啊，拢伫各所在吼去奋斗，拢独立啊。啊，即摆家己工作退休啊，家己一个一个人厝内底。啊，所以真侪时间去思考着人生的一个百态吼。对于这个年幼的人想到即马年老吼，这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吼，人生的一个百态，有当时会感觉吼，心灵非常的空虚吼，啊有当想来吼，啊就莫名的这个哀伤啦吼。啊，所以吼容易吼这个哀伤，有当时啊想想吼，无代无志就流目屎啦，就想过去安尼吼，啊就。伤老百姓的易哀伤，容易哀伤。第五，罪恶感。即个老大人吼，拢会即个沉溺伫过去啊，迄个生活吼，日子当中吼，会去想吼，年轻的时阵啦吼，即个过去的即个回忆当中，啊，想起当然过去就是当酸甜苦涩吼。上十年嘛吼，有生有低有苦吼，即个疫情即个过程吼，拢伫心中吼，安尼一直吼，安尼浮现出来了吼。啊，有人时也嘛想着吼，过去吼有一寡重大的一个决策，重大的事故我想到讲，迄当阵吼，我若歹做即个决定，迄当阵我若做即个决定，应该吼。以后就袂安怎啦吼，伫过去吼，迄个重大决策吼，当然啊，对个决策伊袂安尼想法啦。若是迄个重大决策，伊感觉无够好吼，伊会想讲啊，迄当阵吼，我若莫安尼做，迄当阵我若应该安尼做，应该吼，就以后即个结果毋是像即摆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有当时想到即个所在吼，可能就会即个组织啦吼，会即个
心内不安啦、啊，不安，哦，感觉真艰苦，哦，啊，迄就是因为过去一款的这个绝望感内底，啊，哦，而且是讲过去确实哦，家己疏忽，哦，这个无注意，哦，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啦吼，啊，但是这个想起来会变成做伊家己足自责的一个罪恶感，哦，第六，孤独感，哦，孤独感。讲家己哦，这个另外一半吼，离开的时阵，咱人一定吼，阿拉某一定一个先离开，啊，到底谁先离开，唔知影，但是一定是一个先离开啦吼，哦，所以当家己的一个配偶吼，啊，这个离开以后，啊，一路吼拢成家立业啊，啊，一路嘛，吼，看有带做无带做，吼，啊，若带做伙，有带做伙，啊，人逐天嘛是泡澡来出门去做工过啊。哦，啊，厝内底嘛是存着一个人尔，哦，啊，所以感觉吼，家己足孤单，足寂寞，哦，啊，所以有一寡吼，即个年老的一个孤独吼，有当时啊，嘛是来自别人吼刻板的一个印象，哦，因为一般人拢认为吼，啊，老大人就是孤独的，老大人世界就是孤独的，无一定是安尼啦，无一定是安尼。啊！但是吼，迄个刻板的印象吼，会引出咱伫伊迄个情境内底啊，老大人的世界都是孤独，但是无一定啦吼。啊，所以有即款的环境，啊，佮互吼有即款的刻板的印象啊，所以豆豆啊，都吼或者系老大人吼，豆豆吼会产生迄个孤独的心理啦。哦，老大人的世界都是孤独的。哦，啊，所以感觉愈来愈感觉吼，啊，人生实在愈来愈无味啦。人生愈来愈无力，啊，所以意志会消沉，哦，到最后吼会自暴自弃，哦，失去迄个生命力。我较早做活来了，啊，但是我感觉奇怪，啊，这个人退休了，啊，甲过去哦，无啥共款，哦，过去那像一尾活了呢，啊，即嘛有几个人，安尼神神神，啊，拢无啥物精神，哦，啊，无啥物生命力，即甲这有关系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为着吼要避免吼，啊，这个老大人吼。咱另外一半吼，失去的时阵啊，哦，迄个一时来吼，迄个孤独感，哦，迄个唔知要安怎吼，一人生活吼，哦，迄个调性吼，有当时我拢建议讲吼，哦，咱即摆吼，啊，佫有伫咧吼，即个阿妈某吼，有当时咱要出门拢是两人做伙嘛吼，即真好嘛吼，两人手牵手吼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嘛，一定是安尼。哦，做伙出去佚佗啊，做伙去吼后生查某囝遐吼，佚佗啊，遐过暝啊，吼，即落对啦吼。啊，但是啊吼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吼，有人分开一下，吼，就是讲哦，即个先生吼，家己吼去后生查某囝遐过暝，一礼拜、两礼拜啊，吼，哦，啊，太太住，哦，啊，另当哦，太太吼，去后生查某囝遐，哦，遐一礼拜、两礼拜啊，吼，遐佚佗嘛吼，啊，先生伫厝，就是吼，开始吼。适应过程吼，一人生活，因为到最后一定存有一个人生活，哦，人拢会过去嘛吼，啊，到底是啥物先走，唔知影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那有心吼，有即款吼的机会吼，哦，即个老大人吼，会当先来啊彼此适应吼，哦，即个一个人生活，啊，到最后啊，真正像咱一个人时阵啊。安尼才无法度讲吼，安尼一时时间吼，无法度去调适，无法度去适应啦吼。第七点，恐惧感。咱人吼到年老时阵啊，吼上惊这个疾病的来临。哦，所以一句话来讲吼，人上惊病来活啦，人生最怕病来活。哦，啊老大人，哦，你头阵吼上惊讲吼，啊我若破病吼。我即马病落吼，我就开始吼，即个病情吼来甲我照顾下吼。我嘛担心吼，啊我若破病落吼，无人来甲我照顾，因为今日是一个人拢有事业，有咧工作啊，吼拢伫外地，吼啊吼啊我若破病落吼，嘛无人来甲我照顾，啊甚至到最后吼，嘛爱来面对吼，即个死亡的问题，吼这是吼，即个老大人拢爱面对的问题，吼所以就有迄个恐惧感。过来第八吼，无力感。老大人吼，上过这个现象吼，就感觉吼，我
我即马拢有法度啦，我啥物拢无法度。啊，我较早有法度存吼，啊，即马我即马拢无法度存。哦，所以有诶老大人讲，我较早拢落廿九年诶，我较早拢落廿九年，但是即马吼，哦，迄落有诶迄落椅啊较重诶吼，迄软木诶较重诶，就含椅啊就压袂，莫讲廿九年。哦，所以感觉吼，啊，我较早拢无法度存诶吼，啊，我即马吼，啥物拢无法度存。哦，所以对吼，白地感情吼，即个。啊，恁师傅啊，拢会产生哦，即个有感。哦，伫《般若书》十二章十五节咧讲哦，哎呀，迄、那个草命动作时哦，即、這个动荡，草命动作动荡，草命就是做细只做细只啊，但是哦，我迄当初哦，草命动作动荡。较早哦，年轻的时候哦，百官百家哦，哦，即、這个官重官轻哦，速度拢足紧嘞，诶，但是即摆哦。人要徛去椅仔顶哦，徛去椅仔顶要换一个电话哦，人徛去椅仔顶哦，感觉哇，下只悬嘞，下只悬。较早爬手啊，就是买电梯啊，创啥吼，哦，比较悬啊，滑梯啊。但是即摆徛去椅仔顶，就感觉足悬嘞，哦，惊悬，哦，啊，无法度摸动啦，哦，无法度摸动，哦，啊，所以老大人上听你讲的吼，一句话讲，哈，哦，即个吼，阮老大人就是安尼啦吼，先讲就讲过去啦。讲了就放袂记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一日就拍戏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嘛，一日吼，一日就拍戏就拄久啦，啊，但是倒就困袂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常常就是爱开电视啦，啊，开电视毋是看电视，互电视看，吼、哦，啊，电视咯，啊，看电视咯，啊，伫咧拄久，啊，伫咧困，啊，出来电人讲啊，拢困啊，啊，甲电视关掉，电视一关掉就醒啊，电视关掉就醒啊，诶、欸，啊，所以是互电视看，毋是看电视，吼、哦，一日就拍戏。但是倒来都困袂去个，哦，啊先讲讲过去，讲了又放袂去，哦，啊这就是年老一个现象，啊是是安尼吼，哦第九矛盾感，哦矛盾感，老年老以后啊，拢需要吼依赖别人个照顾，哦就是厝内底吼，啊即个囝儿孙的一个照顾，啊但是吼，啊有诶老大人吼，佫诚倔强，佫无愿意承认啊。无愿意承压，也是无愿意接受，啊，都需要哦。即、這个哦，咱个后生查某囝，咱个即个咱个孙仔啦吼，哦来甲咱帮助帮忙，但是无愿意承认，啊，佫表现个轻重个一个表现，我会杀你啦，我会杀你，你要甲帮忙，你要甲做，我会杀你啦。啊，其实都互伊，都互咱个囝儿孙甲咱帮忙嘛，甲咱做，会杀你啦 ，OK 啦，但是哦，有着讲吼，我压袂啦，对。我遐有法度做嘞，所以你要甲我，你要你肯定，你要甲我做，你要甲我帮忙，我遐有法度嘞，我唔是无法度，我无人摆迄度用的嘞，哦，我遐有法度嘞，哦，啊所以哦，诶，人讲方便，啊但是哦，啊既然讲变人，啊今日说讲啊都是着人哦，爸爸，哦，妈妈，阿公阿妈讲变人，讲伊有法度，我着真正肯无法做，有奇怪，哟，啊侬无法度做，侬无法度帮忙，啊佫有一个失落感，常常有老大人讲安尼哦。我当然迄嘛是去听吼，囝儿是谁啦？吼，吼，啊，即摆囝儿是谁啦？吼，安尼吼，教练啦，吼，啊，转来吼，啊，转来看爸爸妈妈啦，阿公阿妈啦，啊，拢会讲客气话啦，吼，啊，你若无闲，通定转来，路途遐遥远，开车要六点钟，吼，吼，所以哦，你若无闲吼，免定定转来啦，免啦，免啦，吼，啊，讲免，啊，免钱也无转来，咁奇怪，即礼拜无转来，两礼拜无转来，一个拢无转来，啊，即嘛是创啥嘞？奇怪，啊，你是叫卖转来？你唔是叫讲哦，你订得来哦，我阿转来无啦，变做买物件啦，好啊，阿弟我唔当转钱，无买物件，哈，空手转来哦，俾你讲个呀，哦，所以哦，客气话哦，免讲，哦，啊人家你事实哦，那转来先哦，提所有表来咯，哦，爸，这好，这好物件，这要做所谓啦，哦，你就讲我感谢主哦，谢谢哦，你来得了，你来得了，你讲变啦，我有嘞啦，我有嘞啦，吼，啊真个吼，连转转来伊拢无掉。啊，最近拢无着我，爱你讲诶，爱你讲诶，哦，啊，若着咱哦，咱就讲感谢主哦，谢谢哦，你话对了，哦，啊对了哦，下港哦，迄个孙阿伯哦，阿公阿妈就请孙阿伯，哈，用因兜诶土，我诶兜诶饼，吼，伊足欢喜，伊嘛欢喜，有够欢喜，对吧？阿公阿妈请食饭哦，伊足欢喜诶，吼，哦，请啊，也是做我恁倒来吼，今日是先倒来，我来来来吼，边煮边煮吼，我请恁来食饭。啊，都用迄个土罐吼，用罐咧，恁兜壁咧吼，哦，爱煮到伊个啊，伊调伊个啦。啊，你用伊个钱请一份，正好，哦，所以囡仔做快乐，你嘛做快乐，哦，所以免听佮讲啊，我无需要，我免，哦，
要囡仔转来安看，哦，阿咱妈有需要囡仔吼，哎，然后有咧所有啦，阿咱妈妈提起来吼，感谢主，谢谢哦，啊，然后吼，再来各条咱的孙啊，还是讲哦，邻家哦，阿咱的囡仔有需要时，阿咱妈吼，会当来帮补，嘿嘛是好咱的啊，哦，来当做的，哦，哦，所以哦，有当时啊，我头讲，咱若安尼讲哦，啊，到最后咱无得到吼，即个咱的义务啦，子孙的帮助。有当时啊，过怪吼，咱个义务子孙无情哦，无情无呢，伊无，毋是无情，是你甲讲个，你甲讲叫伊免来做啊，你甲讲吼，免定定转来啊，啊到最后就真正嘞，哦，所以我拢定定个只人讲，唔通安尼讲，哦，你也讲啊，你有闲哦，你着定定得甲人讲啊，有闲啦吼，哦，安尼吼，毋是讲毋免转来，哦，爱转来咱来甲谢谢感谢，哦，讲。嗯，啊，你是啊，你哈，常常转来嘞，啊，你是拢无咧做工过哦，啊，作业没有？无啦，迄个挂房转来嘞，毋是无咧做工，毋是作业，哦，你也讲咧，毋是做工好嘛，哦，所以哦，哦，毋爱有即个矛盾感，哦，一个产生。好，同款哦，即个年纪，同伊讲哦，同款八十岁，同款八十岁。好，规个老大人哦，不然足独立足乐观嘞，但是规老大人哦，哎呀，过着哦，安尼真空虚。哦，真失意，真忧伤，啊，毋是平平八十岁吗？为甚物讲呢？哦，其实我头讲这因素，拢是心理因素，哦，心理的一个困扰，啊，所以哦，心足重要，哦，要平平八十岁，为人过得足快乐，为人过得足无快乐，啊，伊过快乐是讲哇，伊的经济条件足好，所以较快乐，啊，我经济条件较歹，过得无快乐，不一定嘞，不一定哦。哦，即有快乐无快乐，甲伊个经济条件毋是绝对有关系哦，是心的关系。哦，咱来看箴言四章二十三节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箴言四章二十三节。四章二十三节，你爱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哦，所以心上重要啦。哦，所以圣经来讲话，咱来保守咱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哦，这个保守咱的心啊，哦，是爱一生的保守。哦，赢过保守一切，为啥物？对啦，哦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咱的心思意念。决定咱的生命，哦，咱的生命价值观念，心思意念决定咱的哦，这个价值观嘛，啊，世界观、价值观，哦，啊，咱的这个价值观啊，来决定咱的生活态度，咱的生活态度就来决定咱一生的果效，哦，所以咱心安怎想，咱就安怎什么态度来过生活，哦。咱心安怎想，咱的话就安怎讲；咱的心安怎想，咱的生活就安怎过。哦，所以爱保守咱的心，唔通话咱的心就亲像头拄所讲的吼，遐困扰心啦吼，哦，失落感的心啦，无用感的心啦，自卑感的心啦吼，哦，爱自暴感的心啦，孤独感的心啦，哦，恐惧感的心啦，无力感的心啦，迄个矛盾感的心，哦。咱若保守咱的心，咱的心就是正面的，哦，袂负面的，哦，啊心若哦负面的思考，啊当然哦，啊咱所想拢是负面的啦，哦，啊咱的心若是正面的，咱就足乐观、足积极的，哦，虽然年纪老啊、大啊，哦，啊各种哦，诶，即个器官啊，哦开始拢退化，啊这是事实啦，哦，这是事实啦，哦，这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生一生的写照。啊，咱每天哦来面对这款的事实，哦，啊，咱嘛逐天过得足快乐，哦，因为咱有保守咱的心。哦，咱搁看《哥林多后书》四章十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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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。咱无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过一天。哦，这就是哦，咱会当哦正积极的面对生命，面对咱的人生。确实，哦，
咱的外体啊，是一天一天的规划，无人哦，年纪愈大，身体愈弱啦，无啦，哦，拢也是哦，年纪愈大哦，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嘛，一天一天的退化，就我嘛开始退化吼，我就讲在挂落去，有啥物我可能老花的，我是十几岁就老老花，哦，嘛是开始退化，哦，啊，即嘛嘛感觉，哦，即、這个地理作差。即嘛人讲的吼，无水甲伊个吼，啊无水准吼，换一个心，袂记了咧，袂记讲头壳要做啥物吼，啊所以嘛开始退化，啊这是事实啊，吼、哦、所以才讲吼，唔咱的外底吼，就是吼，咱的器官吼，咱、的身体吼、哦，一天一天微完，但是无共款的啥物，咱的内心啊，叫一天心过一天，啊要安怎，咱的内心一天心过一天，就是叫做经典四经典三十三所讲的。啊，保守咱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哦，咱的心啊，是一天比一天搁较新。啊，虽然咱的外体是一天比一天较旧，哦，一天比一天搁较退化，搁较慢。诶，但是咱的心是健康的，咱的心是新的。哦，安尼就无只的吼，老大人的心理困扰来困扰咱的心，哦，就无感觉吼，迄个无路用的因素。咱的心量吼，好，我先来讲第二大点，老大人大有用。哦，为什么老大人大有用？哦，第一点，啊，传承啊经验，予咱的子孙哦，啊，甲咱的后代。哦，咱讲一句话啦吼，讲家有一老哦，哦，就是有一宝啦。哦，家有一老就有一宝。哦，咱老大人哦。咱就是吼，有迄个丰富哦，迄个生命的经历啦，生命经历，吼。啊，当然过去哦，有一句俗语来讲啦吼，但是迄某部分嘛是对的哦，吼，对啊。老大人行过桥嘛，比咱少年人行的路较济啊，食过盐嘛，比咱食过的饭较济啊，吼。啊，这边甲你讲，哎，事实，这个老大人因丰富哦，丰富这个生命生活的一个经验甲经历。好，啊，咱就用咱即款的吼，丰富的这个经历，哦，智慧的结晶，哦，来传承吼，咱的子孙，哦，咱教会的这个后进后代，哦，来帮助伊，哦，这就是咱有用的所在呢，大用的所在，哦，咱来看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。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，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，第一节，我的人啊，恁爱留心听我的训诲，阿耳听我口中的话。第一节。我要开嘴讲，比如我要讲出古时的俚语。第三节是阮所听见、所知影的，也是阮的祖宗甲阮讲的。第四节，我无将这个代志向恁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神的美丽甲伊的能力，并以奇妙作为述说予后代听。第五节，因为伊伫雅各当中设立法度，伫以色列中设立。法是伊凡有法的祖宗爱传予子孙的。第六节，予将要生的后代子孙会当知影，伊嘛爱起来甲因的子孙讲。第七节，好叫因仰望神，无忘记神的作为，为爱守伊的命令。第八节，毋通亲像因的祖宗，是冤家背逆其心，无正智慧，向着神的心无诚实。即个讲到信仰经历的传承，信仰经历的传承吼，吼咱长辈吼，吼咱阿公阿妈，吼咱来讲啊，吼咱啊即个主要说吼啊，伫咱家族、咱家庭当中即个经典，吼啊咱的家庭、咱的家族是安怎来信主的，爱互后代子孙知影，啊后代子孙知影，因为。哦，或者咱有亲眼睭看到，咱有吼亲身体会到，哦，啊，但是咱的后代唔知影，哦，啊，若用哦，即
对哇，而且中国伫过去，伫过去，有啊，看到吼神哦，伫这个伫这个埃及啊，行十载啊，哦，啊伫旷野行路时阵啊，哦神哦，安尼对天顶司马啊，互因吃啊，哦，伊看到神的作为，经历神的作为啦，哦，亲身体会啊，哦，啊，咱就爱将这款宝贵的信仰啊，这个经历，哦，来述说，哦，后代听。所以第三节再讲啊。是阮所听的所在啊，嘛是阮的祖宗甲阮讲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甲一代讲，一代甲一代讲，哦，安尼信仰才袂中断去啊。哦，啊若无吼，哦，虽然吼、哦、有信主，啊，但是有阵时吼是着咧信，哦，感觉讲啊，迄对阮爸爸的神啊，迄对阮阿公的神，甲我无啥物关系。捌学生认为是吼，嘛学生啊，哦，讲。啊！你是安怎来信？你是安怎来信主？我知，我听我爸爸讲，我细汉时，我爸爸就阿婆生的呀。你细汉时，你爸爸来做啥？啊！无请问你哦，你爸爸是安怎来信主的？啊！我听我爸爸讲，我爸爸细汉时，我阿妈就阿婆生的呀。无你到时安怎来信主的？哈！唔知啊啦，唔知讲咱到时安怎来信主的？咱爱互咱的后代听出来讲哦，咱是安怎来信主的？不管咱是对一代开始来信主的。哦，由我来讲，哦，我是我阿公伊家来信主的，啊，我阿公为什么来信主的？哦，我来甲我爱问我爸爸，我爸爸阿公嘛，啊，我即马我知啦，我爸爱甲我咧，我咧，哦，我诶后生甲我囝讲，咱到时阿公来信主的，哦，就是阿公伊迄时阵，哦，啊，就是阿公挂病，哦，啊，安怎安怎吼，哦，啊，拢我道啊，哦，透过求公，哦，啊，报信，哦，报，哦，把咱托录音，哦，啊，咱阿公哦来教伊无多听道理，啊，你才知讲。啊，咱兜哦，信主的定位是安尼，哦，啊，互伊知影，哦，啊，伊家己不甲神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，伊爱去经营，啊，所以咱中辈传承互伊，啊，互伊哦，伫这个生命生活当中去体验神，信仰我都建立是有体验神哦，有体验啦，有体验就比较容易建立，啊，伊要哪体验？咱爱传承互伊啊，哦，咱来带伊来认识神啊。互伊知讲神的作为啊，神的能力啊，哦，所以第四节就讲，哦，我无将这代志哦向因的子孙隐瞒，哦，这代志啥物？神的恩典，神的救赎，哦，要将耶和华神的美德、甲伊的能力、神奇妙作为说给后代听，就是介绍神啊，将我所体会神介绍予我的子孙知影，啊，咱若无体会。咱若无经历，你要怎介绍？啊，咱若家己亲目睭看着，咱就体会，互伊介绍哦。哦，迄个吼，迄个那若要讲出来，就从咧画面出来哦。哦，做生活化，哦，会甲神化为出来。为啥物？因为你亲目睭看着，因为你亲手去摸着，你亲耳听着。好，目的是啥物？对啦，再加说话，要互你将要生的后代子孙会当知影。啊！伊嘛要起来，甲伊个子孙讲，要互将要子后代子孙知影。好，啊未生哦，啊未生就讲，我即摆先讲个，互伊知嘛，互伊知讲好。啊，伊即摆责任就是讲，伊即摆佫爱甲伊后代子孙讲，啊，伊后代子孙啊未生了，啊未生出来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唔方便啊。哦，啊，因后代子孙知以后，伊嘛爱甲伊个子孙讲，哦，安尼哦，信仰就一代传过一代，哦。袂讲哦，亲像俗语所讲的吼，啊，迄个好业袂过三代，好业袂过三代。讲第一代吼，欠两内高；第二代吼，二三烂高；第三代吼，胖兄老细结吼。哦，讲好业袂过三代。啊，咱信用，我都过三代吗？啊，有人讲过啦，有人吼，讲第一代亲，第二代明，第三代吼，啊，即个夫妇化袂明。啊，第四代你请我无用，第五代哦，马上就拆甲归厝金。第一代亲，第一代面，哦，第一代信主的时，信甲足清的啦，哦，足清楚的啦。第二代哦，信主的时哦，我信得我那明白，哦，第一代亲，第二代面，哦，那有明白。第三代哦，夫妇化袂明啊，有啦，有你信啦，吼，先甲脚只边，脚只边去吼，哦，夫妇化袂明。哦，第四代，你请我无用，就是拢无啥来教会啊，哦，大家讲来教会啊，主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你祈祷啦，哎，好啦，你祈祷，你请我无用。第五代，哦，马上参加归属金啊，就是离开教会啦，无来教会啊嘞，信仰无去啊嘞，啊个嘞，信仰无传承去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咱中辈责任，
咱中国这个哦，爱将哦，咱这个宝贵信仰哦，传承下一代哦，啊嘛，将咱生活顶端哦，迄个智慧结晶哦，迄个生命体会哦，来传承下咱的下一代啊哦。第七章，讲好苦叫哦，因一旦仰望神，无未去咧神的作为，爱修神的命令。目的是啥物？目的就是可以一旦我靠神啊，哦，一旦我靠神，互神来带领伊的一生。哦，即咱中国话，咱就做奉献的。咱无永远哦，咱无永远伫咱的哦后生查某囝吼，咱的子孙的身躯边啦，咱无法度永远伫。但是咱知影，神会当永远伫个身躯边。有一天咱会离开伊啦，有一天咱会离开咱个子孙。但是咱知影，神永远袂离开。啊，所以只要伊心中有神，神永远甲伊同在。只要伊无离开神，伊挖苦神，伊敬畏神，啊，咱就放心啊。有神甲伊同在，咱烦恼啥物？咱袂烦恼咧。哦，有一天咱会离开。好，咱看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。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第一节，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第一节，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吩咐伊的子所罗门讲，第二节。我现在要行世间人较行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做大大丈夫。第三节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典范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伊的律例诫命，典章法度。这样，你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无论你往何处去，拢会当享幸福。第四节。耶和华神，你甲心就向我所应许的，你的子孙若谨慎家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，就不断有人坐伫以色列的国位顶端。哦，这是啊，这个大卫王啦。哦，再讲哦，伊死于临近的时阵，哦，就是伊知影，哦，伊准备哦离开这个世界啦。哦，所以就把伊的囝所罗门哦，把救来，把救来。他讲啥物？把伊囝讲哦，我现在要行世间人较行路，信就是正人结交啊。哦，所以我要即摆要来行世间人较行路。不，啊交代伊的囝讲啥物？讲哦，你会刚强做大丈夫。爸爸无永远甲有甲你做伙啊，我会离开啊，我即摆就要离开啊，准备要来离开啊。哦，啊所以哦，你爱做，你爱刚强做大丈夫。哦，就是讲，你爱做一个得胜的人，你爱做一个得胜的人，唔通做一个失败的人。啊，你安怎做一个得胜的人？就是爱我报仇。哦，所以哦，我要离开啊。啊，所以交代哦，是因为要离开你。哦，所以你唔通离开神，我爸爸离开，但是哦，神未离开你。哦，所以第三章，我讲，你爱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。哦，遵守啊，摩西所颁布哦的这个律法。哦，行主的道。行主的道，那是安尼嘞。你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你无论往倒位去，都当享幸福。哦，神就带领你，神就帮助你。爸爸离开，但是哦，神永远未离开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哦，大卫王哦，老王所罗门哦，最大的资产哦，将伊一生的经历哦，伊的体会哦，来甲伊后生所罗门讲哦。讲哦，神哦，安尼应许哦，只要哦，咱依靠伊哦，特别成就伊所向我应许的话哦，你若安尼做，你的子孙哦，就的确永远坐伫以色列国位顶端。哦，所以这大卫哦，伊虽然年老，但是哦，伊嘛将伊宝贵经验哦，来传承哦，伊的子啊，所罗门哦，爱伊依靠神啊。哦，所以咱。哦，老实讲，咱人要离开结束生命时阵，咱上放袂过就是，咱厝内底人，哦，咱的后生查某囝，咱的子孙，哦，咱会离开伊嘛？啊，但是哦，咱知影是袂离开伊。啊，伊若我过世，伊若死了，哦，咱要结束的退世的时阵，咱就无遗憾啊。
哦，咱就袂讲哦，惊袂离开他，咱就真坦然、真安然的离开。为啥物啦？咱个惊说无信用，咱就即个宝贵信用断上去。啊，伊嘛吼，安尼吼，安尼正坚定的一个啊，来尊敬做会到，安尼就足放心的，真坦然。哦，啊，即就是老多人旅游个所在啊。哦，将宝贵信用、宝贵的经验、生命、智慧、结晶来传到传承下一代哦。我咱直接就先讲遮吼，暂时唔多。阿门。
唔对啦，你方法爱改善啦。你安尼哦，你家己足忝的，百姓嘛足忝的咧，你一人尔，对不对？啊，百姓遐尔济啊，啊，所以大家排队啊，排队啊，哦，就咱像咱即下哦，拢爱求牌啊，去做啥物代志，拢爱先求牌啊，去破病爱求牌啊，去办代志，去公家机关，拢先求牌啊，啊，甲叫号码，哦，啊，百姓哦，拢排队嘛，啊，无说一人尔嘛，啊，所以有人哦，对早排较暗啊，嘛排袂到啊。哦，啊，某些一人哦，对早甲暗处理拢哦处理袂好啊，哦，啊嘛出片个啊，所以伊会叫人甲看卖讲哦，啊，你做这个吼，哦，啊，我甲你出一个主意，哦，出一个主意，哦，关系甲你同在吼，哦，就讲哦，你爱哦，选有才能个人来，哦，就是讲你要有一个组织，你要有一个组织，哦，啊，对这个组织内底吼，你选前部长、百部长、五十部长、十部长，哦，那这个。十五长会当处理的代志，十五长处理的话，哦，就那种班长就同款啦，班长啦，哦，十个人嘛，啊，十个人你十五长话，哦，啊，伊十个人的代志，啊，若有代志你处理好啊，啊，若十五长无咋处理的，交予百五长，哦，就那像连长同款啦，哦，连长同款，无啊连长吼，这个百五长我都处理的，啊，就处理啊，啊，百五长无咋处理的，交予千五长嘛，就那像营长啦，就那像营长吼，哦，啊，伊一千人当做伊管理嘛，啊，伊若处理就处理啊。哦，啊，那伊也无啥处理，决定来无说你只嘛，所以大事你处理，啊，小事你处理就好啦。哦，所以哦，你嘛平生啊，百姓哦，嘛当得到平安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无说听来话，有道理啊。哦，啊，这老大人有经验啊，哦，有经验。啊，所以哦，就以这个经验哦，来建议哦，来教导哦，伊的后辈哦，伊的子孙无说。啊，所以也是在说哦，无说听了以后，就听从伊的命令。按照伊所讲话去行，哦，就把这个组织用起来，哦啊，所以安尼就足轻松，所以真侪代志哦，哦，咱哦有足大个作作用个吼，老大人大有用，哦，将咱丰富个经验，哦，咱丰富个经验来传承来教导吼，哦，这个下辈，唔通哦，哦一句话吼，发生伫咱个子女孙个身顶，哦，即句来讲啊。无听老的老人言吼，食亏就栽干净。咱若无甲伊讲，啊伊就行伫足济冤枉路的，伊就受足济苦的。啊，咱若将咱宝贵经验甲伊讲，伊就吼减食足济苦的，伊免去挡足济病啦。啊，这病咱较早就忘过啊，这条路都未通，咱较早都行过啊。咱若要靠吼咱的子儿孙，搁共阮行迄冤枉路，搁去弄病变啊啦，弄病咱忘过就好啊，要搁互伊去弄啦。哦，啊，咱家讲了，伊就知影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伊就袂食足一亏啦，哦，来我日龙弟兄，日龙弟兄自己，日龙弟兄十二章第六节，日龙弟兄十二章第六节。第六十罗伯安啊，诶，老爸所罗门王在世的日子，有树立在伊面前的老大人罗伯安王，甲因上伊讲，恁甲我出一个啊，啥物主意，我通好恢复遮的利益。第七十，老大人对伊讲，现在王若服侍遮的人，真像仆人，用宝贝来回答因，伊即刻永远做王的仆人。也是吼，啊，这个当时啊，百姓吼来找吼，啊，这个所罗门王的囝吼，罗伯安吼，讲恁爸爸吼，吼做王时阵啊，吼我拢做工作一久咧，你话吼起圣殿哦七年啦，哦啊起宫殿十三年啦，哦啊总共二十年，吼啊我拢吼恁吼安尼做工啦，哦啊恁即马是不是吼阮偏生一寡吼阮休困一下啦？哦，啊！伊一开始先去问林爸爸，迄当阵哦，属于林爸爸面前吃老大人，啊，吃老大人哦，用因过去经验甲讲哦，原来对啦，你爱问休困一下啦，哦，啊吼，用好话吼来回答因啦，哦，啊，你爱先做百姓仆人，哦，做王就是爱来服侍百姓嘛，哦，来照顾百姓啊，哦，安尼哦，即百姓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啦，啊，但是哦，伊听袂落去。哦，去听哦，甲伊做伙大汉哦，遮个哦，少年人的意见，我咱看第八十，第八十王却无用老大人甲伊出的主意，就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，
伫伊面前树立个少年人上句，哦，接过来看十三节，王用严厉话回答百姓，无用老大人解出个主意。16节，伊说众民见王无义，将因就对王讲：我甲大卫有啥物分呢？甲亚瑟个囝并无关系。伊说个人啊，各回各家去吧。大卫家啊，家己顾家己吧。对安尼，一世个人拢倒转去家己个厝内。到最后即个老官哦吼，无听老大人家己建议，竟然听吼家做一大个少年人。啊，少年人无经验啊，食无啥百应菜，就去卖上天啊！吼，啊，我无啦，你即届甲我吓到倒啦！啊，安尼以后才好来行。啊，你即摆吼，我足客气个，啊，伊讲百姓你头壳顶啊！哦，你哪个吓到？哦，我所以我讲去找那阵哦，真正讲用足严厉话回答，才百姓，才百姓听听讲啊，我罢了罢了，哦，我甲大有啥物关系？哦，啊，所以哦，最大个开始哦，以色列国则分裂变作南北国，就是安尼分裂一句话尔。哦，所以哦，一件兴邦，一件宋邦，关键啥物？真正哦，无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哦，啊，这吃亏太大咧。哦，国家分裂的，国家分裂。我、哦、当然相对的哦，少年人嘛爱哦听老大人吼，哦、一个建议啦吼，因宝贵的经验啊。哦，啊，真正少年人若愿意听，哦，就当得到地位。哦，啊，就当哦，安尼避免惊真济冤枉哦，避免受真济苦哦，避免哦安尼受真济伤害。哦，所以哦，咱老大人大有用。像这个啊，摩西的定律同款，来教导摩西处理大事的方式，哦，啊有一个组织，哦，爱选哦，这个有才能的人，哦，来帮助你。第二吼，老大人大用啊，就是爱善用资源来为吼咱的晚辈哦谋福。哦，咱哦必须伫咱的啊这个工作顶端哦，伫这个社会，哦，咱嘛累积真侪资源的，哦，啊这个资源。咱就哦哦，予咱的这个子孙哦，继续来运用咱的资源啊。哦，咱资源也无用，啊嘛是足可惜的啊。哦，所以哦，爱善用资源哦，有咱的后辈子孙哦，来往往这个啊，祈福气哦，予伊哦会当伫咱的资源内底哦，哦安尼哦，继续哦，伊家己来努力来认真啊，哦，咱来看一个例哦。看《撒母耳记下》17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17章27节，《撒母耳记下》17章27节，《撒母耳记下》17章27节。哦，这记载一个人叫做哦，这个巴西人。伊过去哦，曾经帮助过大卫，哦啊大卫哦，伊即马哦，哦安尼国位安定啦吼，伊本来就是迄个伊个后生啊，阿沙龙啦吼，叛变，哦啊伊就爱逃命，啊就伊逃难的过程当中，即巴西来，哦曾经来帮助过大卫，哦啊大卫即马哦，哦即个乱兵啊，兵变以后，伊都等于做，哦啊即个大卫讲哇，过去哦，即个老大人啊，巴西来，曾经哦。帮助过我，啊！我即摆吼要甲带来奉养伊吼，当作我是大人，要来甲奉养伊。啊，巴西来讲啥物？伊讲我儿啊，我囝儿，你带我囝儿。吼、哦，来看，内容记下吼，歹势吼，啥物记下？17章27节，大卫到了巴哈良，阿文族的亚巴人拿下的囝比索。罗底巴人阿比利的子马杰基勒罗基林人巴西来28节带着花啊盆碗乐器小麦大麦啊麦面豆啊红豆炒豆29节红蜜奶油米油奶饼供给大卫甲军队伊的人食因讲。民伫旷野，伫甲枵、嘴干、困乏，哦，才特别记载这个巴西人，伫大卫到来的时阵啊，哦，带大
哦，这个饮食这物件，哦，啊来帮助大家啦。哦，啊，伊讲啥物？讲哇，啊，恁即马就碰到这个所在哦，哦，啊，房价哦，这来哦，金瑞人嘛，啊，对是最大，嘛做业务啥物？突然间生意无好，讲哦，啊，我吼要看那个突然的物件，我看嘞哦，啊，再来做咩？无啦，诶，足丢时啊，水都走啊，啊，都无走咩物件啊？哦，所以。这个巴西来帮助，讲来对这个台湾迄时阵帮助，讲来非常的重要哦，及时雨啦，啊，足需要，啊足需要，啊拄好巴西来哦，来甲伊援助，来甲伊帮助。好，啊即马，哦，这个压抓了哦，这个判决已经平定啊，台湾都当做啊，哦，伊就会记你这个巴西来，哦，要甲当作是大人啊，带队往用哦，啊巴西来讲啥物哦，咱看哦。王继兄，啊，歹势哦，张立基，张立基兄十九斤哦，张立基兄十九斤，十九斤三十一斤，张立基兄啊，记号歹势哦，这但是哦，酒头较成功，但是哦，张立基兄十九斤哦，歹势。十九千三十一十，三十一十，伊个人巴西来对罗基林落来，要送王过约旦河，就甲王做伙过约旦河。三十二十，巴西来年纪老迈，已经有八十岁啊。王挂伫马哈念的时阵，伊就摕食物来供王，伊原是大富翁。三十三十，王对巴西来讲。你跟我做一起，我要伫到山顶迄个所在来用你的老三十七十。巴西来对王讲，我在世的日子还过当偌久呢？和我甲王做伙去到山顶呢？三十五十。牧人现在八十岁了，还过当啊，当出饮食的滋味，辨别美恶吗？还过当听男女唱歌的声音吗？牧人何必来？连累我主我王呢？三十六章，牧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，王何必使我只因为恩典呢？三十七章，求你准我倒转去，好死伫我的本城，葬伫我爸母的墓边，才有王的牧人遗憾，予伊当我主我王过去，会当随意对待伊。三十八章，王讲遗憾会当甲我做伙去。我得甲照你的心愿对待伊，你向我求什么，我拢得甲为伊成就。三十九十，对安尼众人归约旦河，王也过去，王甲巴西来斟水，为伊祝福，巴西来就倒转去本地去。好，这吼，伊才哦吼，你打这个巴西讲来，你甲我倒转去聊啥哩？我吼要伫个所在用你的人，人家想讲，甲当作死个人吼，要用伊的人。哦，啊，即记者讲巴西来，但从八十岁啊。哦，啊，巴西来就甲我讲，啊，我八十岁啊啦，哈。哦，我这个年纪，甲我都吼，甲王都这边王宫，哦，哦，啊，哦，食美食吗？哦，啊，这个美食我有当当迄个滋味出来吗？哦，啊，伫王宫遐听男女唱歌声音吗？哦，我年纪才大，会使你啊啦，哎，会使你啊，哦，我卖去啦。但是哦，伊讲哦，照王的当然都是个囝，金汉，哦，会当甲王做一起，哦。啊！王直接讲好，我绝对照你心愿对待伊。所以哦，王哦，大王就带着巴西来囝金马做伙落去讲啥哩？来当作囝来看，哦，该栽培，该教育。不但大王安尼做哦，大王哦，伊要离开时阵哦，伊阁交代伊个囝所问哦，讲这个人哦，这个人你也甲照顾，为啥哩？因为我伫多难的时阵哦，因爸爸甲我帮助，因爸爸甲我帮助，啊，所以哦，我才要离开啊。啊！你爱继续哦，来照顾这个人哦。哦，不是大家照顾了，大家要走啊，哦，要离开啊，嘛交代个囝，爱共继续共照顾。哦，咱继续看《日龙记上》二章第七十，《日龙记上》二章第七十。《日龙记上》二章第七十。《列王纪上》二章第七十，第二
生则是记载在内容吼，然后移民吼说落去吼，哦，第七章，第七章，你当因待基列人巴西来的将领，予伊相甲你当时食饭，因为我都比你过去阿衰的时阵，伊就食面来面啊食饭，对吼。第二章讲，大卫讲哦，伊要死于人间嘛，哦，伊要惊世间人的话，所以哦，伊哦叫伊的囝哦做落来嘛，哦，第一十九代就是了信了，了信，唔通离开神，哦，爸爸要离开你啊，哦，但是神永远袂离开你，我先甲老讲啊，哦，啊过来就交代，迄个巴西来将囝，你要继续人照顾，哦，按继续照顾，哦，按怎照顾，甲你同时食饭，真够同时食饭，那从一家人嘞。那是一家人，安尼难照顾。我先讲，所以这个巴西来吼，伊安尼吼，虽然伊老迈啊，但是吼，伊嘛阁善用伊的资源来帮助伊的子孙，哦，伊子孙吼会当吼，哦，啊吼，受着王的栽培，受着王的照顾，哦，所以吼，咱老人吼要真济资源，然后善用吼，哦，啊来帮助吼，咱的哦，这个子孙吼。好，过来吼，来看保罗，哦，保罗嘛是用个主嘛，哦，来栽培吼，教会即个年轻的吼，即个工人吼，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，四章十七节。伊主我已经请提摩太到恁遐去，伊伫厝内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囝，伊得较提醒恁纪念我伫基督内底怎样行事，伫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啊，这是保罗哦，伊写的哦，可能都教会哦，特别啊，教会人只嘛讲哦，我已经请哦，我的囝。啊，这都当然是伊的亲老生啦。但是哦，这个保罗哦，对待提摩太有哪亲像囝人款，属灵的囝人款哦，安尼该栽培、该训练哦，来哦接棒哦，哦，伊这个属奉的工作。哦，啊，伊即马社会哦，可能要教会讲啥物，讲哦，哦，这个提摩太哦，就哪像我的囝人款哦，所亲爱有忠心的囝。啊，伊靠伊的所在时阵哦，恁爱好好哦来接待伊哦，哦，爱做接待伊。哦，啊，爱哦，爱哦，哦，来，唔通互伊惊吓哦，哦，爱是一个忠心哦，是咧服人哦，所以保罗哦，啊，善用伊的资源，哦，啊来栽培，来教导，哦，教会后进，哦，咱教会嘛，同款哦，咱也用咱过去咱的这资源，咱的经历，哦，啊来训练栽培哦，教会哦，即个年轻哦，诶，即个工人，安尼哦，教会哦，咱就无缺乏哦。做工的工人，哦，下一代强过一代，因为哦，咱用咱的资源，哦，咱用咱的资源来帮助伊，来照顾伊、栽培伊。哦啊，啊伊即嘛，哦，伊得到长辈哦的一个栽培甲照顾，啊，伊嘛用伊款的心情啊，用伊款的经历，伊嘛继续，哦，以后伊年老时阵，伊嘛继续用伊的经历，哦，用伊的资源来栽培教会的这个下一代，哦，安尼哦，讲起来。到位就批判啊，下一代强过一代，每一代不如一代，哦，袂使像讲个中国功夫啊，中国功夫哦，到最后中国功夫哦，到最后无效哦，是咪？因为我传到你的时候，我留一步；我师傅传到我的时候，我师傅留一步；我即马哦，传到我的徒弟啊，我嘛留一步；我徒弟啊，传到我的徒孙嘛留一步，但到最后拢无效哦，就是讲无，拢保持，拢保留迄个资源啊。哦，无善用资源，无将一切资源哦，拢予咱的子孙哦，咱的后进。咱其实咱是大人哦，咱中国拢有一个观念，啊，拢慢慢甲咱囡仔吼，孩子哦，爸爸要让你比我更强，你要比爸爸更强，咱就欢喜哦。咱的子儿孙啊，比咱较强，咱就好，真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，伊比我较强嘞，对无？但是青出于蓝，而且是胜于蓝，哦，那你说欢喜，哦，啊，一代不如一代，那是讲，那你做蛮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基本都爱多啊善用咱的资源，哦，来帮助哦，哦，咱的后进，哦，咱的子孙啊，哦，为因来哦，啊，
无求福气吼。好，第三点，老大人大用啊，哦，老大人有缘会当做命令吼，好叫个圣人，万当要做工吼，毋是讲啊，我老啊，我啥物我无做啊，只要我大起我大，无老大人要毛都做吼，咱命令会当做个圣人，哦，咱来讲圣人的吼，来看出来记第十七章第八节。出来记第十七章第八节，出来记第十七章第八节，十七章第八节。彼时阿玛力人来自利未人，甲一些人争战。第九节，摩西对约书亚讲：“你未管率出人来，出去甲阿玛力人争战。”明仔载，我手内要摕着神的杖，徛伫山顶。实在对安尼，约书亚照着摩西对所讲的话，甲阿玛力人争战。摩西、阿伦、甲何尼拢上了山顶。十八节，摩西啥物时阵举手，一些人就得胜；啥物时阵手垂落来，阿玛力人就得胜。十八节，但摩西手发炎，因就搬石头来，放伫伊以下，因就坐伫顶面。阿伦、何尼扶着伊的手，一个伫这边，一个伫那边，伊的手就温住啦。直到日落的时阵，十三节，约书亚用刀杀了阿玛力王甲伊的百姓。哦，这讲到吼，摩西吼，伊有缘要到做伊能力可及的代志。咱知影摩西带了伊的百姓出来去的时阵，摩西已经是已经八十岁。哦，啊，所以哦。伊即嘛吼，伊甲约书亚讲，即少年人吼，啊约书亚讲，哦，四十岁，迄当阵四十岁吼，啊约书亚讲，你吼带领人吼，带领人伫山脚甲阿麦人争战，哦，即少年人做代志嘛，哦要争战，即嘛少年人做代志啊，哦，啊我若大头人呢，哦我明仔载吼，我要甲阿伦互你吼去山顶，去山顶当然提着神像，祈祷啦，就是用祈祷来帮助伊啦，哦啊去山顶就是讲哦。山顶吼，水到伊遮，看下嘛，看到迄个情形，就是讲吼，随时来关注，吼，随时来关吼，即个关注啦，吼，咱中国吼做就是即个工作，吼，吼伫后壁做吼，即个少年人吼，即个手段，吼，做因随时的帮助，吼，最大帮助就是为因祈祷啊，啊，所以吼，即个啊，哦，即个阿摩西阿伦啊，伫山顶吼负责祈祷，认真祈祷，吼，哦啊。这个啊，约书亚伫山脚吼，认真吼，真本分的吼，带领百姓来征战啊，来征战。哦啊，后壁再说哇，摩西年纪嘛老迈啊，啊祈祷的手吼，祈祷骨嘛会发电嘛衰坏啊。哦啊，这后路恁一看，哇，这摩西的手发电哦，发电衰坏，啊发电得手。哦啊，这个摩西祈祷手吼，那行起来，伊些人就得手。哦，所以两个看到哇，啊这个情形吼。神还地位啊，就搬石头来，哦，和摩西就顶完，啊，因一人一人听一遍哦，啊，摩西祈祷的手吼，无条的，哦，才特别讲到吼，摩西祈祷的手就稳住啦，所以这场的战争就是胜利啦，所以关键就是祈祷的手哦，啊，但是祈祷的手歹，咱稳住，所以吼，咱老人吼，靠时间吼，就是祈祷，就是吼，用祈祷的手吼，来稳住咱的家庭，哦，稳住咱的子孙。为着咱的子孙来祈祷，吼、哦，祈祷的手啊稳住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属灵竞争会当得胜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老人嘛是要到做吼，咱年龄会当做成功哦，就亲像摩西同款，伫山顶祈祷，啊，你即马当然无度吼，哦，我安尼靠爬上山脚作战，即当无度啊，咱的体力无度啊，吼，但是咱无度伫山顶来祈祷，不然吼会当亲像啊，即、這个啊。已经八十五岁的时阵，迄个家己同款，哦，伊嘛叫我做伊定的，伊定讲伊我都做的迄个工作咯。啊，嘛是讲啊，我年老啊，我无我无的，哦，伊嘛同款哦，做伊定的，会当做来。来看，约书亚记十四章，约书亚记十四章，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。约书亚第十四章第十节，自从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这个话时阵，
耶和华就照着伊所应许的，哦，我存活这45年，期间以色列人伫旷野行路，看啦，现在我已经85岁啊，我还是强壮，亲像某些七日我自己时阵同款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力，我的力量是如何，现在也是如何。12节，由你将耶和华迄个应许我的这个山地给我，遐有安那族人，并翻来变国声，你也捌听见过咯。而且耶和华神照伊所应许，甲我同在，我就将因赶出去。哦，这是约书亚啊，歹势，这加勒吼，甲约书亚讲的话，哦，讲哦。伊吼，虽然即马85岁，诶，但是吼，伊即马吼会清醒吼，甲迄当阵吼40年前诶时阵同款，吼，40年前同款，吼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出力，我诶力量伊是有，即马毋是。哦，虽然吼，虽然即个年纪大，但是吼，哇，即个心智啊，还阁真年轻，吼，还阁吼真有精神，所以伊甲约书亚讲吼。你将神所应许我这个吼地方，存了我，啊我吼要来征战，要来将这个阿兰全赶出去，来得神所要予我得的吼这个应许的所在。我真正约书亚，啊这个约书亚就真正将这个地啊分予加勒，啊加勒就真正吼将这个阿兰全啊赶出去，吼来得着这个地点啊吼。哦，这是第3点吼，如果会当做吼，仍然会当做信仰。第4点。凭着信心啊，为着咱的子孙来祝福。凭着信心，为着咱的子孙来祝福。所以咱中国吼，会当把咱的子孙祝福，嘛当来按手祝福，因为咱是中国。啊，来看创世纪28章1节。创世纪28章1节。创世纪28章1节，第1节，以撒叫雅各来，甲伊祝福，并吩咐伊讲：你毋通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第2节，你起身往巴旦阿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土列厝内，在你保护列班的查某囝当中娶一女为妻。第3节，愿全能的神赐予你，予你生养众多，正。建筑10节，将应许阿伯拉罕的福赐予你，甲你的后裔，予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予阿伯拉罕的地。15节，以撒找雅各走，伊就往巴旦阿兰去，到阿兰人比土利的囝拿班遐，拿班是雅各以扫的母父亚伯拉罕。或者记载吼，这个以撒。甲雅各祝福，哦，因为即马雅各要离开厝嘛，要离开厝，哦，啊要去即个啊伊个保护迄个所在，啊当然，哦，即伊个故事个背景，即故事个背景我卖讲哦，咱即马就讲哦，即中辈吼为晚辈祝福，哦，特别伫即个啊婚姻顶个，婚姻顶个，哦，啊所以即马当互咱看讲哦，咱个今日时阵啊要出国。出外读册啊，出外工做工过吼，咱中辈嘛当亲像安尼家己叫来，家己祝福吼，家己祝福吼，啊，叫我好事，哦，伫你诶工作顶端我好事，哦，伫你诶婚姻顶端我好事，哦，求神吼，甲你带领，甲你祝福，哦，所以即个吼，医生叫我过来，甲你祝福，欢呼伊，欢呼伊吼，就讲吼，你爱出来结连婚啦吼，咱娶家人，人诶女子为妻。哦，你爱吼，啊，往哦，这个你的保护遐，你保护吼，去这查某囝内底娶伊女为妻，那比如咱即摆讲的，就是讲同信仰啦，哦，主内吼联婚，哦，第4节，哦，遮特别讲吼，第3节吼，哦，这两个国啊，这是以撒吼，两个国祝福的，愿全能的神赐予你，予你生养众多，成为一族，为啥物？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嘛，哦，所以讲，将应许阿伯拉罕的福赐予你，甲你的后裔，哦，阿甲祝福了哦，阿就请伊去哦离开啦，哦，阿雅各就得带着伊爸爸的祝福哦离开，阿到伊母父的所在，哦，这嘛是一个关键哦，所以
所以吼，咱爱凭着信心吼，啊，凭着咱的这个囝儿孙吼，来祝福，啊，特别伫伊工作，伫伊的这个婚姻顶面吼，凭着信心来祝福。过来，阿妈婆吼，哦，伊这个过程当中，伊嘛经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吼，从伊要离开时阵，伊嘛是叫伊个子孙来，来祝福我，来交代我。所以这个我传承落来，啊，咱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，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，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。第一十，雅各叫了伊的子来讲：“恁拢爱来自责，我好通将恁日后所得甲拄着的代志，甲恁讲。”第二十，雅各的子，恁爱自责伊听，爱听你父亲去说的话。哦，再过来看二十八十，二十八十，这一切是以色列十二支派，这也是因的父亲对因所讲的话。为因所祝福，拢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因祝福。哦，即哦，记载雅各哦，为伊个长子祝福，就那亲像当时是因爸爸来祝福同款。哦，所以即有反省来哦。哦，但是哦，有当时哦，咱无祝福哦，有当时还咒诅。哦，去许多人哦，千万唔通讲咒诅的话。哦，有当时是气话啦，啊，但是哦，唔通讲，唔通讲。有当时候，有当时候听到老大人吼，啊气着吼，把伊个迄条囝伊说吼，我吼，我甲你爸爸，我甲你妈妈吼，我罔瞒过你啦，哦，我着过你，我枵死啦，哦，哎呀，哦，啊我个吼，我来赚生意，我来分互你啦，哦，啊你吼，我看你即世人捡干啦，哦，无接过我来尽忠，哦，安尼吼。啊，有当时是讲，当然是讲气话啦。啊，但是气话吼，下咱记住人吼，咱有信任吼，咱讲话是方便的。哦，所以气话来讲，气归气啦。哦，有当时啊，有当时啊，今仔日去今仔日出咯，有当时我做气的吼，啊，但是哦，气归气，但是难讲气话哦，难讲气话。哦，我嘛，我听到咧老人吼，伊咧讲，啊，你归气你死死的啦！我心内听着喘的。我讲啊，伊若真正。教育为国，安尼你讲做方面，无啦，迄是气话，迄气话，还是气话难讲。所以吼，正经来讲吼，只要讲祝福话，难讲气话，难讲吼，即个咒诅话、祝福话。吼，所以吼，甲子孙叫来讲，迄二十八十在讲吼，拢只吼因国人的福分为因祝福。吼，所以做长辈、做事大人。就是吼，凭着信心，啊，凭着信心来为着咱的子女孙来祝福吼，只要祝福，唔通咒诅啊！啊，常常啊为着咱的这个子女孙来祈祷。好，咱看啊，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，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。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一章第五节，因两个日子过了，约伯找人去叫因自决，伊透早起来按着因众人的数目献烧祭，因为伊讲恐惊我的子犯了罪，心中气了神，约伯常常安尼行。即讲哦，约伯常常哦。为因遮后生查某囝吼，哦来吼献烧祭，献祭，哦啊，即摆献祭，当然即摆对咱的即个话来讲是祈祷啦，哦，常常为因祈祷，为啥物？恐惊我囝吼犯罪，心中气要死，哦，所以即个要做这做事的人吼，哦惊啊惊，都为伊遮吼后生查某囝吼祈祷咧，献烧祭，无得就是惊讲哦。伊只后生查某囝吼，安尼气了神啦吼，哦啊去犯罪啦，哦，伊圣经讲约伯定定安尼做，哦，为咱的子女孙吼祈祷，为咱的子女孙来祝福，哦，重要啊，就是爱将咱宝贵信仰吼
传承落去一代。到底咱要留什么传咱的一代？当然，咱一般世界人说当然哦，爱留财产，咱的一代啊。但是咱讲到吼，就是吼，迄个宝贵财产吼，就是咱的信用。啊，那无吼，咱的一代就破产。即我拢甲阮两边人讲，你若无离厝内结婚，你若无离就离结婚，安尼爸爸就破产。我两个听是错的，哦，我讲我就破产，为啥呢？因为恁两个就是天顶的神赐予我吼，各款的财产，哦，一路就是神所赐的善缘，哦，一路就是神所赐的财产，哦，啊，以后我爱甲向神交涉啊。啊，如果啊，我若无得交涉，啊，我就破产啊，哦，我就破产。所以哦，哦，咱爱交代咱的后后生查某囝吼，咱的儿女、咱的子孙，啊，另外一部分，咱嘛是吼，爱逐工有祈祷，替人祈祷。哦，伊心中也有神，我讲，伊心中也有神，咱就做方式。咱无可能一工二小时拢伫神父边，咱嘛无可能永远拢伫神父边。哦，但是咱知一件代志，神会当永远伫神父边，只要吼伊心中有神。啊，所以重点是讲，咱做长辈。爱乎伊心中有神啊，将这个宝贵、上宝贵资产留乎咱的子孙吼。后来看创世纪五十章，哦，约瑟要离开的时阵吼，伊嘛是叫伊的子孙交代代志，交代啥物代志？毋是讲哦，啊我。哦，要几栋厝啦，啊，我地买地啦，啊，留着偌济资产啦，吼，啊，你安怎分啦，吼，伊毋是讲这哦，哦，伊讲吼，上宝贵的资产，信用，吼，咱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，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约瑟对伊的兄弟讲，我要死了。但是你甲看顾恁，带恁对这个地去到伊所起誓应许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，二十五章，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讲：神甲看顾恁，恁爱将我的骸骨对这个所在搬去。二十六章，约瑟死了，正一百十岁，人用香料将伊焚了。将伊收殓伫棺材内底，停伫埃及。哦，这就是约瑟吼，伊咧结束伊肉体生命时阵，才甲我伊叫吼伊个子孙吼，因个兄弟来，哦，来讲啥物？我要死嘛，我要离开。过去拢是约瑟去照顾伊嘛，哦，叫伊吼，叫因个兄弟啊，吼，啊，带因爸爸对埃及，吼，对迦南地来到这个埃及啊，哦啊。啊，即、这个约瑟啊，伊做埃及的宰相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因规家族来到埃及，就是约瑟去照顾因啊，抚养因啊，哦，啊，即摆伊讲啊，我要死哦，我无法度永远伫你身边照顾恁啊，我要死哦，哦，但是讲啥物，伊也袂随波，但是你较看顾恁，我要死哦，但是是你较看顾恁，我无法度永远看顾恁啊，我无永远，无法度永远甲你同在，我无法度永远待你，但是是。你较看可怜，哦，就是讲你唔通离开神，你来我好事，哦，过来，哦，神会带恁对这个地到伊起誓应许要按伊撒雅各的所在，神是信实的神。啊，来用咱这番话来讲哦，神你较看可怜，神绝对会当带咱进入天国，就是安尼啦。迄迦南地，哦，即伊这所讲的迦南地，就是指着属于迦南地，哦，用咱这来讲，就是神一定带咱进天国。神比较看好咱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嘛一定爱像这么坚定哦，把恁的子女孙讲哦，我要走，我要离开啊，但是神会看好你，哦，神绝对会带你去天国，哦，我伫个所在等你，哦，我伫个所在等你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哦，好，二十五章，约瑟佫叫伊的子孙起誓哦，哦，起誓，起誓讲啥物，嘛是伊甲交代伊句话。伊头前来讲哦，神比较看好恁嘛。好，啊，即摆叫伊个子孙起誓，讲啥物？神比较看好恁。哦，伊甲讲完以后，叫伊个子孙起誓，嘛是同款一句话。神比较看好恁。哦，好，啊，恁来将我个骸骨对这个所在搬去。所以到最后，啊，恁要写留啥物？
互伊个即个囝孙一句看啥？哦，即讲害骨哦，哦，你爱将我害骨看去，就是迄个风，咱来讲就是迄个风，信仰的风，哦，信仰的风啊，老风变个囝孙。啊，为啥物伊无代理即个埃及？因为埃及毋是神的应许所在嘛，所以哦，你爱你即马哦，要倒转去埃及的时阵哦，你来将我害骨哦，搬哦，搬倒转去迦南地种地，迦南地。哦，就是神所应许的所在。哦，伊交代这件代志。啊，伊做埃及宰相，所以讲，伊即荣华富贵啊，一定真侪资产啊。诶，但是哦，伊重点是记载讲哦，恁都安怎分哦？啊，恁分的时候，人计较，人冤家哦，人要甲怪伊哦，啊，啊，伊是讲啥呢？哦，伊讲神比较看好你，然后嘛叫伊起誓，神比较看好你。哦，啊，然后你啊将我的骸骨搬去。哦，甲当作种地加耕地，哦，这就是属于中国的一个方法。所以老大人大位哦，老大人哦，唔是无路用哦。最后来看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，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，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，十二节，义人皆发旺，亲像樟树，生长在异花乱的香柏树。十三节，因在伫神的殿中发旺，伫咱神的院内。十四节，因年老时阵，犹原要结果子，满了枝节，伫树上来发青。即讲哦，义人啊，必发旺。哎，到年老的时阵啊，又原要发果子，伊生命真旺盛啊！哦，叶啊真青翠，哦，而且哦，这个水果哦，搁真有水分，搁真甜哦。结果哦，哦满了枝节，啊，咱这水果哦，若无水哦，无水分哦，迄就不好食哦。有水哦，有水分搁会甜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伊人生命一个表现。哦，啊，十二十只哦。伊个生活，伊个生命啦，就是讲真有韧性，真有即个耐力哦。发旺亲像樟树，樟树是讲袂对，樟树是讲伫山哦，枯叶所在，迄所在无水哦，无水。但是迄个樟树哦，会当伫迄个枯叶山外所在哦生长哦。啊，樟树的即个果实啥物？最好食的蜜枣。野枣。哦，野枣，迄是樟树，樟树生出来，足甜足好食的。伊生活伫迄个足艰难、足大寒的环境哦，意思讲哦，一个巨人，我个是个人，伊会当适应各种的环境，而且伫迄个环境当中哦，迄天然迄个生命啦，嘛足好个哦。迄个果实就是生命的果实嘛，哦，迄个野枣足好食哦，咱落去当中哦，咱落买个野枣知影。好，不过亲像啥，生长亲像篱笆乱的香柏木，香柏木是用伫个篱笆乱山顶哦。落雪所在咧，落雪所在，啊，香柏木就那亲像咱台湾的天龙树同款啦。迄上顶的迄个木材，迄个材料，哦，迄个生寒哦，哦，因为伊耐寒啊，耐寒。啊，所以哦，来用这个所在来讲，哦，就是耐寒都耐寒。哦，樟树伫迄个山坡荒野所在，耐寒。哦，啊，这个香柏木咧，哦，像咱的天龙树拢伫山顶啊，哦，迄个正寒的所在啊，啊，香柏木迄个所在山顶。爬到迄个山顶哦，哦，迄个黑门山迄个所在是拢落雪啊，哦，啊，迄个木材是足好个啊，哦，就讲伊会当哦，顶天迄个生命个果子哦，啊香飘飘啊，哦，迄个茶是足香个，就咱像咱天落去哦，咱来甲起吼，啊，就迄个香味走出来，哦，就是讲哦，顶天迄个生命个心，迄个健康，迄个气质，好重点啥物？再伊啊，有啥物当安尼发哦？哦，十三章。因在伫亚华神的殿中发旺，平淡是平安，就是甲神有关系啦，就是信仰。所以吼、哦，年老时阵吼，犹原嘛顶现吼，即个生命的活力。年老时阵犹原结果子，而且即个果子是满了枝节。哦，但凡咱所谓中国人讲，咱亲像遮所讲吼，发旺亲像樟树，哦，生长亲像枇杷乱的杨柏树，吼、哦，老大人大量。是无用吼，啊！以上做咱彼此的学习，最后时间到。
咱的客户情况，啊，这边可能，咱们。